这个时间哈、哦，这个是1357哈、哦，那我这里故意宽度只有一半，假设在时间零之前其实也有波，只是我们没有画出来，啊，只是我们零之前负一的时间负一的时候我们没有画出来，啊，但是其实是有的哈、哦。那假设一开始哈、哦，我们 VO 一开始是零伏特的话，那我从这里开始，从这个位置开始累积的话呢，它就是。这里的话，本来应该是面积是负一乘以这个，负五乘以负号就是变正五了嘛，所以它应该是累积到五。如果先前有零之前如果有模型，那应该现在已经累积到五了。好，那所以一开始在 t 等于零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有五，有五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接着呢，这一段的话呢，面积是多少？负一乘以一。这里一嘛哈，负五乘以一就是负五，加上前面这个负号呢，就变成正五，所以它会往上累积五，对不对？所以会从五跑到十，啊，这个 OK 吗？好，啊，再来，所以到第一秒的时候，它已经输出 VO 了，已经到十了哦。啊，再来这一段呢，二五得十，那因为这边会变负号，所以会下降十。啊，所以下降时就是从十下到零的意思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接着呢，底下这里呢又增加十，对不对？啊，在底下的那个就是变成增加嘛，增加十，对不对？又成一个负号哈、啊。好，增加十，所以它又跑上来又到十，对不对？这是已经第几秒？第五秒了，有没有？第五秒。啊，接着面积十，也就是往下减。死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再继续减，减到零，好，所以这是第七秒钟，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以此类推，好，好，课文写错了，好，我们就把它修正一下。